听说猫咪都不喜欢被捏着摸，今天我就要做事试试看会怎么样。小麦的性格还是挺好的，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生气吧。他不会生气吧？真生气啦。现在不让我摸了。好了好了，不闹你了，不要生气了。好，先放松他的警惕。马上就跑了。小麦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呀？来摸一下。奶茶平时是最喜欢我的，它对我的容忍程度应该是最大的。这个尾巴的形状就是在示好的意思。奶茶竟然还在挡护路哎！有点不耐烦了，想咬我，不舍得。轮到嘟嘟了，我感觉有点害怕。来，先摸一下。嘟嘟其实只是想吓唬我一下，他不敢真的咬我，但他对其他小猫咪就没有这么客气了。小麦，给我摸一下，给我摸一下。恶魔主人又来了。其实他们不会对人类出爪子，即使咬也是轻轻的啃一下。最后轮到脾气最好的 Miki 啦。 Miki 还没有睡醒是不是？ Miki， 我学了一招新的马杀技，给你试一下。呵呵，怎么办？把全部小猫咪得罪完了。
比较